五更计中拥有神力者众多，但是罕见神力仅三款，那么哪一个比较强大呢？一、不死鸟。远古兽族神力皆是原始界神力，并且当时兽族队员也不少，但是一切就是毁于十万年前乱斗，兽族基本灭亡，原始界神力也沦为了罕见神力，仅有不死鸟这一只禽兽独享。二、创世之术，这又是一款罕见神力，五更祭里仅有黑龙天施展过，也许是血毛赋予的能力，也许是天生就有。黑龙天曾经用此神力创造了诸多神众，包括阿兰与刘月，皆可以讲是黑龙天创造，是黑龙天从白龙那里取了神源，创造了白龙氏一族，而阿兰与刘月就是白龙氏一族后裔。三、穿梭宇宙，之前有不少读者曾经猜测黑龙天是外星人，主要原因就是这个男人有一项罕见神力，能穿梭各个宇宙空间。五更祭罕见神力有三款，不死鸟独享的原始界神力，与蛇形一起对抗旋风圣王展示过，而黑龙天的创世之术也有展示过，十万年前创造了新神众，仅剩余一个穿梭宇宙之术，作品里只有短短一句话。五更祭作者也许是犯了糊涂，世界观到结局变了样，居然延伸到了宇宙之外，剩余一个神力居然能穿梭宇宙，能改变过去未来，这简直不要太强。小伙伴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呢？